哎呀，母亲，此事可万万使不得呀！回房去了。是。哎呀，母亲，你儿我是死也不愿进那宫去。你下去了。是。缺乏家教，甚是人性，老丞相你可莫要见笑啊。老太君有道是家门护女呀。老丞相，你说圣上这枚亲事，老身我应得好还是不应得好？以太君之见呢？以老身之见吗？若是不应，岂不是违抗圣命吗？是啊。如此说来，还是应下的好。怎么，你应下了？好，老身我就应。下了，家下，我看他呀是个老糊涂了。老丞相，应倒是应下了，老身我还要。你要什么？我还要问圣上要上几色彩礼呀。家，我道他是个老糊涂，他却不是啊，倒成了一个老太迷了。我来问你，你这礼单可曾备好？我要亲自面君相邀。好，与我一同进了宫。这正是应下圣上亲。太君他是个糊涂人，老丞相请。请。
宣他进宫。对之，万岁有旨，犒劳丞相进宫了。遵哪旨。参拜我主万岁，爱卿平身谢万岁。王爱卿万岁，国王选公之事，杨府太君可曾应下？恭喜我主，贺喜我主。身上选公之事，南阳府太君他应下了。你待怎讲？他应下了啊。但只一件呢。哪一件？他要与身上要几个彩礼。国王既选他女进宫，焉能缺少他的彩礼？礼单可曾带来？他要亲自面君相邀。好、哦，佘太君现在何处啊？宫外候旨。内侍在。选佘太君进宫赐座。谢万岁。万岁有旨，佘太君进宫了。遵旨。我听这万岁传奏旨，宫外来了佘太君。万岁要休安阳吧。老太君平身谢万岁。内侍在。看座。对之。圣上今天难有臣服的座位吗？杨府劳苦功高，为大宋出生入死，焉能无座呢？内侍看座。啊，老太君，国王选公之事，王爱卿可曾对你提过了？王老丞相提过了。你意下如何？敢不遵旨啊。你不巴结当地位，我妄要封他为贵人，我要封你杨家人马男，封你战队的万科戴纱帽，七岁的花姐扎风吹，战殿的将军任良国，一辈子一个我老人。万岁，你要怎样来
上加封乃是恩德匪浅，臣服倒想借此闲暇门风与圣上要上计策彩礼呀。好，你就要吧。臣服有意请王老丞相替臣服代笔。啊，王爱卿，万岁，你就替太君代笔好了。臣当效劳，我看他要些什么彩礼。啊，老太君，你且将与吾王听来。领旨。你看我上了年纪，耳聋眼花，我这手啊也难以跟得上，连不了与你，嘿嘿，就落下几个呀。哎，拉不得呀，拉不得你就要吧。玄公眼中看中那小小的彩礼，你只管大胆的要来，不忘定中使你如意，也就是了啊。他倒大方起来了啊。放到了呀，这有何难？女士，在去至后宫，传古之意，将那金银二丝龙凤绸缎备下纸皮。对之，且慢。啊，万岁，臣府的礼物还未曾要完呐！啊，老太君，你要的彩礼我未曾听清，来来来，你到这厢来。我来问你，当真把女儿许定了？你看看，养能有家吗？哎，姐姐，莫非你还嫌你养家富贵不足，想把女儿去封爵还禄？不成吗？哎，老丞相，有道是这圣命么，是那为呀？哼，好一个圣命难违！啊，老丞
要记得这礼单，你给我写好了，我是要请你吃酒的。怎么，你还要请我吃酒？是啊。嘿嘿，我才不吃你那糊涂酒啊。你呀快进去吧。你呀快去要去吧。看这姿色太丽，圣上宣公乃是一件大事，为啥不动鬼刀也是应该的呀。对对对，来叫他要来。太君，是光大长要我来听听。啊，老丞相，你给我写上不哟？哎呀，一件也未曾落下，你要吧？你怎么老糊涂了？怎么这星星月亮还岂能论两么？我倒想要上你听，只怕他也买不起哟。我都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一两星星哎两三月。啊，丞相，这星星月亮岂能论得了？他要是要上两斤，这盘子你也买不起啊。平常是什么说法呢？啊，老太君刚才讲过，我这安龙眼花，你就像声音起得高高的，这字幕要哭得轻轻的，万岁爷黄浦中这财宝多的很呢，你就照这样一件一件的往下要啊。你既要要啊，大了秋风四了月，世上少有之物。啊，老太君，
你倒是要的些何物啊？只不过几色粗糙的彩礼，万岁若舍不得花，那他就算了。国王焉能舍不得？好，你再要吧。领旨。你要刺目或用啊，是啊，要怕或用啊，好给我女儿做个大火盆。哎，万岁，这是应该要的呀。他笑死你花了我有银。哎，殿下，这有油或用啊，是啊，有油或用啊。你把也给我女儿真下喝，那是更应该要啊！张国老的老令，我也要好给我女儿接回来。天我活到爷年十五里，我要上这家府里打翻身。你不一个有钱树，这了不大君，你为何要这少有的彩礼呀？臣参起万岁，你倒是自顾皇家多不贵，世上少有之物不是多在皇家吗？老太君要些彩礼，咱们皇家之光也是应该的。再者，他要这小小彩礼，岂能难得住万岁吗？谅他也难不住，难不住啊！好，薛太君，你再要吗？这些礼物还不算，要你少包缺钱。要的彩礼是少有啊，分明是有你来看君。佘太君，莫非你有意违抗寡人之意吗？臣妇不敢。哼，我料你也不敢啊。老太君，光叫我急，你怎么又不要了啊？哦，你记下了。要啊！我女儿在家算过了命，八十八岁才能成。
啊，这老太君，只怕是咱算命先生给算错了吧？这世上姑娘哪有88岁才能成亲的道理哟？老太君，你要的好礼当啊！女儿出嫁，这些彩礼不是礼当要的么？哼！啊，万岁！此事以臣之见就该。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就依臣奏速去办来。奉我旨。哼！饮下吊壶，立山地，天不养福，天不养。啊，这老太君，你这彩礼要得好啊！怎么？你把万岁都要抛了啊！哪怕他不跑啊！万岁有旨，待五凤楼设宴，宴请佘太君，由王老丞相过陪。好，遵旨。啊，老太君，万岁待五凤楼设下宴了。哎，你倒是请啊。哦，万岁在五凤楼设下宴了。设下宴了啊。啊，老丞相，你说这宴老身我吃的么？万岁的御宴岂能不吃？老太君，你哪里晓得，这分明是万岁自觉理亏。五凤楼设宴，我想是与你配亲难了啊。如此说来是吃得的。当然是吃得的呀。好，请。吉夫人上殿。对之，万岁有旨，吉夫人上殿。奉我旨。哎呀，万岁呀！啊，刘爱卿，孤命你天伯下旨，为何落得如此的模样呢？微臣奉旨到天伯杨府前去下旨，那八戒九妹甚是厉害，叫微臣暴打一顿，竟敢将圣旨撕碎，冒万岁为微臣作旨啊！这还了得！你提鼓传旨，宣了佘太君上殿。奉我旨。万岁有旨，佘太君上我殿。遵旨。都出了包裹啊，娘哎人
石太君，你可知罪吗？杨家为国忠心，不知此犯何罪？你欺君的李旦。石太君，你是强词夺理呀！非是微臣强词夺理，事实圣上不阿公。你住口！有那个美貌的个女，那照说我这选不得妃来，蒙我不得公。圣上说话你不听，你娶我太君为何亲？别看你是一朝人望重，选的妃来封的公。他是你那下最来的那走走好闹太君，你说话可不行，你是大哥今天且寡人，我一定要选那个杨八姐。什么七七的彩礼呀？我赢了。莫非你杨家要夺他臣？那杨家元宝有没有准？谁能报啊？不该要杀这爱妃女的，我倒回来。堂内是凭政治选上边爵与林军，万岁有旨，与林军上殿。
将佘太君与我帮绑在屋门做杀之且慢王爱卿万岁为何拦阻孤王之意呀万岁传旨但不知要帮哪一国啊帮那个佘太君啊佘太君岂能帮则不成他欺孤太甚怎么帮不得万岁老太君嚣张说哪何物啊龙头拐杖但不知何人所赐相王所赐走啊先王在世念他杨家为大宋劳苦功高才赐予他这龙头拐杖并御口青铜此官可以上达昏君下达奸臣如犯之罪谋此官在手即可赦免那老太君岂能帮得不蒙他太君上了殿来如此红妆怒骂圣上满朝文武都像太君这样万岁如何执掌朝宋江山如何统领着文武不管你佘太君岂顾太甚以前只见你就该去管去不得怎么去不得还是先王所赐先王所赐难道他欺君抗上孤王斩不了他不成吗万岁一切看来他老太君都是要欺审他他是作甚万岁请降谁家女儿出嫁他不要姓彩礼老太君他为了贪图皇家的富贵就多要了几件彩礼也算不得欺君抗上啊你倒说得好算不得欺君抗上佘太君你的第二罪还能抵赖吗臣服倒有领教这第二你抗旨犯上报答国家的大臣哦万岁臣服我倒糊涂了你糊涂何来明明圣上在我风楼设宴臣服在朝未归何从大过什么国家大臣不说的是你服八戒我服八戒与我臣服我活该是你的家教不严好就算我的家教不严但不知打的是何人呐、啊？孤王的钦差刘爱卿。哦，怎么是刘大人？哎，这家这话了得么？臣服倒要问上一问，刘大人到我府做什么去了？故命他填补下旨。下旨为何？应选你父八戒进宫。可有媒证前去吗？王玄公还有什么媒证呢？可有彩礼到我府？不有。既无彩礼，又无媒证，刘大人到我府应该什么钱呢？以臣服看来，他是理应在呀！打！啊，万岁，要听微臣做旨。佘太君，你敢与孤王强辩吗？臣服不敢。不过那谗臣一人之言，你岂肯听得？太君，你当时刘某一人之言。啊万岁那八戒不当大雷微臣就是三千羽林军个个都带重伤了。佘太君你可曾听见吗听倒是听见了。你快与孤王走过明白吧。走个明白臣服我倒不明白了。既然是应选八戒进宫却为何带上这众多的兵呢Yeah.
听。你犯下了欺君之罪，实难容。你道我欺君，我有罪有。就是那五万的千臣六位穷，朝中他捧下了无望的旨，他到你佛学宣了，你佛就该将他来打呀。难道说话不是来打朝廷？万岁道德有理，他就是打了朝廷啊。前去迎亲，接待着那圣上爷岳烈军，你还说是我出迎亲？自古道，娶亲都是花有情，穿的和你那嫂大钱岳烈军，我小情人。您真是罪该万死，别闹我好生命，我都想起来也要美，东一刀西一刀，学生如此造国才，成吗？来来来，取掉他的龙头拐杖，退出朝门去斩。太子，哼哼，来来来，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老。他因上法两次抗旨不遵，微臣远行的上法宝剑朝门向我斩，就依请奏奉我旨。御林军停止，将太君放给我们。哪里传来的战鼓之声啊？武朝门外来了杨府八戒九妹，拉着两员小将，他们口口声声要放出老太君，否则就杀上金殿了。齐鼓传旨，命御林军将他二人一并拿下。遵旨。小将莫非就是我的虎儿豹儿吗？启禀万
人的二位公子，他们说要不放出老太君，就先杀二公子，然后再杀上金殿呐。传国之意，令尹立军坚守宫门。遵旨。微臣虎豹二哥，我微臣到天波杨府前去下旨，现在午门被八戒擒住，眼看要死，微臣偌大年纪，只此而死，倘若死去，岂不绝了我六门之后吗？我万岁，娘在我父子宣公的坟上，救救命吧！刘万清，国王赐您一道圣旨，前去朝门如何？哦，万岁，那八戒甚是厉害，微臣我是不敢去呀。哦，万岁，莫若。啊，王爱卿。万岁。国王赐你一道圣旨，前去朝门，你那杨八戒将刘爱卿这二字速速放回。杨虎八戒甚是厉害，老臣我莫有些害怕。我是刘大人去的好啊，丞相去的好，刘大人去的好。王爱卿，你就去上一趟吧。看在万岁面上，老臣只好去上一趟了。啊，多谢丞相，去你的吧。啊，万岁，这宝剑不是命你朝门见斩的吗？哎呀，斩不得了。哦，又斩不得了。斩不得了。难道要不放出老太君，他们就先杀了二公子，然后再杀上金殿呐？这边如何是好？众千块有孤王相依两侧吧。啊，万岁，此事只好请他起来呀。那么去请他起来吗？正是。你去请他也就是了。啊，万岁，微臣与那太君甚是不睦，我是不敢去呀。你与他赔过礼也就是了。哎，啊，太君，刘文静给你赔礼来了。他没听见我，我再高声些。太君，刘文静给你赔礼来了。哪会让你来赔礼？啊，万岁，此事只好你去请他呀。怎么叫孤王前去吗？正是。哎呀，这都怨你呀。怨也怨了啊。哼。啊，老太君，孤王与你赔礼来了。啊，老太君，都怪孤王一念之错，错听谗臣之言，错怪国家忠良。老太君，孤王与你赔礼来了。啊，老太君，你看万岁
带了他的心腹之臣与你赔礼来了啊。与我肩并一共满载如纸，哈呀哈呀的，你快救救孤王的命吧。来来来来，刘爱卿你快跪下吧。太君，我与你跪下了，孤王与你大功来了。Yeah.
呀，太君，你可死不得，死不得呀，死不得。明白，来来来，刘爱卿，你再跪下。太君，我又与你跪下了。老太君，我来问你，这妃你还是选是不选了？不选了，不选了。哦，怎么你不选了？一定不选了。哦，不选了。啊。老丞相，臣妇求你拿此龙头拐杖，说与八戒不可到我此。好好好，啊，太君，我能量过害了你。说与八戒与他解开绑绳。多谢太君，多谢丞相。选了，臣服我这立胆才理你。你还要什么？老身我、也不要了。啊，刘大人，你的两个儿子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回府去了。啊，多谢丞相，多谢太君，不用谢了。八戒，你受委屈了。啊，八戒还不想圣上请罪。哼，还请什么罪呀？老太君不必了，不必了。八戒有春冲撞了万岁，理当知罪呀。国王不怪，国王不怪呀。谢万岁。
啊，王爱卿，万岁！你替孤王送太君下殿，孤王要回宫去了，请假回宫。啊，家老太君你呀，我呀不是贪图皇家的富贵，是个糊涂人呐、你真不愧天不养父老太君呐、老丞相你夸奖了，儿啊，常为娘下殿回府去